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枫清教，接下来给大家来一首喊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比较嗨版的写在江南烟雨中。酷酷在胸脯播放，声音在耳边回荡，就让诗情替我遗忘脑海中你的模样。这份爱没有结果，这份爱只能割舍，这爱化作一团烈火燃烧，爱过你的我把情书写成离歌，把心态变得洒脱，把分手让给我来说去，别爱过那么多。你那冰冷的态度，那和你三分钟热度，陪我走的每一步，那难道就此结束？如果我还放不下，那一定还是有牵挂，说出的你不听话，话那写不出要说的话。窗里窗外的月光洒落，看不到我的落魄，既然我曾经爱过，也别说谁对谁错。风洒落平行线，那笔画过了千万遍，是我心中的有所念，那还是我性格大变。一首听歌的早离别，那一首情歌的话彩蝶，横话说的那么绝，那这是我一生的劫。选择莫名的好风雨，让我选择了放弃你，选择面对的八方风雨，终究还是负了你。我应该第一道光，那就是放下的手中枪，封闭后我去的地方是我今日的故乡。当你我成为过客，我又应该怎么做？当遗憾变成失落，那我又能怨你什么？就让思念的跟着风消失在这人群中，爱到最后都成空，那死在江南烟雨中。Hello， 天气流行的广电时间，尽在我们的 YY 调频2169 MC 金家的音乐现场。喜欢金家海外的朋友们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